专卖咖带你一起打洛杉矶，吹着风和你看车窗的风景，看星空就躺在好莱坞山顶。 You don't know the Justin, you and me。 专卖咖带你一起打洛杉矶，吹着风和你看车窗的风景，看星空就躺在好莱坞山顶。 You don't know the Justin, you and me。 JC on the track。专卖咖带你一起打洛杉矶，吹着风和你看车窗的风景，看星空就躺在好莱坞山顶。 You don't know the Justin, you and me。 专卖咖带你一起 JC on the track boy。 专卖咖带你一起打洛杉矶，吹着风和你看车窗的风景，看星空就躺在好莱坞山顶。You don't know the Justin, you and me。 专卖咖带你一起打洛杉矶，吹着风和你看车窗的风。就在锦州锦绣前程这嘎达呀，新开了一家锦州首家串串自助。据说呀，他家的串串啊多达上百种。咱们今天好好品尝品尝，给老板上一课，叫他知道什么叫做吃货。我们到了，兄弟们，自助串串香，探探看到底咋回事。老板呢，咱家都有啥特色呀？哎，你好，咱家是串串自助，那个省城就是锦城市第一家自助串串香。啊，然后咱家就管这个串串类的就有100多种。啊，100多种菜品，兄弟们。对，然后呢还有那个5种肉片都是随便吃的，还有关东煮，还有大骨头也都是随便吃的，还有那边海鲜区的各种小海鲜呐、贝类呀、都是随便吃的啊，无限量的啊，还有各种甜点，甜点呢有慕斯蛋糕，还有大福，还有蛋挞呀、披萨呀，都是随便吃的，特别适合小孩吃也可以啊。太好了，哎呀，酒水随便喝呗。啊，对，酒水也是。啤酒广告喝，兄弟们，哎呀，冷饮热饮都随便喝。啊，冷饮热饮随便喝，咱们今天品尝品尝自助 ，OK。这小屋怎么样，兄弟们？太接地气，太亲民了，饭口啊是高朋满座啊。勤拿少取，避免浪费。今天呢，好好给老板上一课，喝出我的老脸，高低吃回本。还要啥自行车啊？我说不要你要自行车，不要你要自行车，你非得要自行车。就这些菜还要啥自行车啊，兄弟们呢？鸡肉，一样都来点吧，兄弟们。我说接地气就接地气，我说亲民就亲民，就这些菜能不亲民吗，兄弟们呢？鱿鱼丸，各种各样的贝类海鲜，兄弟们，外湾海鲜，各种各样的小蛋糕、小点心。今天呢，我高低吃回本，不吃回本啊，誓不罢休。羊肉卷，兄弟们，来自内蒙大草原。纯野生、纯天然、纯绿色。属绵羊的得来点青草，兄弟们。还有炒饭、炒面、辣炒憨子，各个样的调料随便快随便吃。大哥，啤酒啊，广告喝，兄弟们，今天呢使劲造。怎么样，兄弟们？鸳鸯锅，19.5块一个锅底儿。哎呀，拍照吧！就这几个小串，还有啥说啊？还有啥自行车啊？他家呀是49.9块一位，锅底儿19.8。太好了，兄弟们呐，太接地气，太亲民了。熟了，兄弟们，开灶吧，太香了。今天高低吃回本，高低给老板好好上一课。
好。太香了，兄弟们的羊肉片，兄弟们，来自内蒙大草原，纯野生、纯天然、纯绿色，一等，仨字太好了。我说不让你要自行吃，你咋还要自行吃呢？属绵羊的还得来点小青草，兄弟们。哎呀，渤海湾海鲜，兄弟们，头下里。今天呢，好好给老板上一课，太好了。羊肉片，兄弟们，无限量啊，随便绕啊，无限量。小猪肉，太香了，兄弟们，我是不撒谎。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情。本期的美食就分享到这儿，喜欢炒肝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对今天的自助餐有啥评价，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我们下期见，也欢迎您点赞转发收藏。太好了，太好了，是我口头语，兄弟们，必须得太好了，不太好了太坏了。拜拜，一定评论留言哦。